啊、OK， 不要紧，我们重新开始。OK， 我不可以摇先，那是不是我不可以讲话 ？OK， 马来西亚拥有多元籍贯的方言生态，那这一点呢，一直都是我们的骄傲。不过，当然在更早之前，比如说呢，像是在80、90年代的时候呢，当时候可能你还记得吧？马来西亚是非常响应讲华语运动的，也就是说呢，讲方言可能就会罚款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也成为了我们那个年代小时候的一个记忆吧。那在种种的因素之下呢，讲方言或者是讲母语的这个环境啊，已经逐渐缩小了。不过庆幸的就是，在过去了这么多年之后，维护方言的意识呢，也渐渐的萌芽。那人们呢，也开始关注啊，这些方言呢，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使用。所以呢，又促使了讲方言运动的一个风气的崛起。那像是一个著名的例子，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有访问过的，就是槟城的讲福建话的运动。那近期呢，其实我们也非常开心看到了有很多的方言 KOL， 那他们呢就是用方言作为一个媒介语，然后呢就向大众传递一些非常重要的讯息。当然重现的方式呢有很多不同的一个模式，那这一点呢是特别特别有趣的。那今天请到的这个嘉宾呢，哇，他可厉害了呢。因为呢，他不只是通过他的一个母语，通过他的方式去传递跟创作他的内容，甚至他还收到了滨州卫生局的感谢信和证书。那感谢他呢，在行动管制令的期间，以制作影片的方式提醒我们所有的安哥安弟不要啪啪照。啊，说的是谁呢？就是这一位说槟城福建话槟南福建话的晶晶。晶晶你好。哎，嗨，你好，嗨，嗨，大家好，嗨，安迪安哥罗朗后，哈，好，大家好，欢迎收听 CT Plus， 让你每次收听都有收获。我是佩玲。那刚刚也跟晶晶呢稍微聊了一下，因为我们都是槟南郎嘛。我还记得呢，在那个去年疫情开始爆发的时候，我自己本身也有在我的脸书上看到很多晶晶的影片，很多人在传。那当时候我就想，哇，这个女生好厉害耶，因为她的槟南福建话讲得非常的好，而我的就是一搞一搞。他的一个内容的呈现呢，真的就是非常的有趣，很幽默，简单易懂。那几乎可以将这些讯息做了一些消化跟处理之后，那看影片的人不只是安迪安哥，我觉得小朋友大朋友都可以从中就是学习很多。哎，可是刚刚跟晶晶聊了一下，才知道原来他其实早在5年前就开始制作影片呢。所以晶晶来聊一下，你为什么会一边打工，然后一边就开始做影片呢？哦，这个哈，哇，我这么快就5年了，其实所以那前4年都是废的，所以刚刚这一年才慢慢 active 起来。其实那个故事蛮长，其实我尝试了很多方法，就是从这个行业上来的。其实我一生出来我没有这样，没有真正的有这个梦想，因为那个 confidence 叫什么 confidence 不高嘛。嗯，那但是我开始的是，我很以前我很喜欢参加那种比赛，你知道 online contest 吗？就是人家会，哎，你们拍一些比较 creative 的有创意的照片，你们就送过来吧，我们就 send for us 吧，我们就会给你奖金啊奖品。我就看了，哎， OK， 我很容易不了吗？这样拍我就有尝试，就是我 try 了一次，我又赢一些东西，我就越 aim 越大。其实我在那些年的时候，我的second income 都是从那个比赛赢回来的，就我觉得自己蛮有创意。到了有一次的时候，突然间我姐姐就看到那个 Astro 就有一些
搞笑之王这样你要去比赛那个，但是有奖金的啦，就是我不懂华文嘛，他有写一些东西说你要去那边你要拍戏才能赢的，我不懂，我姐姐就想哇输给10000块耶，去参加就赢回来，我就想哦有钱啊，去跟我报名就对了，我姐姐就帮我报名，然后我就什么都不懂，就人家就 call 我了，他说哎，你拍一个 video 给我们，我们要看看一下，看我们会选你还是什么，就是那天我就有点紧张，然后我就问他，我就解决哦，我要来到 KL， 我不能，我是槟城人。他就很会讲一些话说，说不用紧啊，你 try 什么鬼？然后我就跟他讲，我不会华语，那时候的华语真的要搞搞，就是好像你的福建话要搞搞这样，对不对？就是我说我能呢，我讲的话要搞搞。他说不用紧啊，我们有人翻译给你，他们就都给我觉得哦 possible 的，这样 OK 了，我 try 咯。然后我就真的是 try 了 ，try 了之后我大概知道哦，可能我要在那个。荧幕中叫什么 screen 前面要讲一些话，可能 acting， 可能这个我没有想到我还要上台还要演什么什么什么去 PK 的，我就死了，去到那边我就才上个头了，我就 OK 了啊啊 ，I'll do it， 然后我就很少离开槟城的，我就很 home 的在 home 那边就拜，但是现在我要离开，为了这个比赛要离开三队，我就很怕，就很怕在那边，但是晚点就洗上我头了，走买回来，就是在那边就没有赢到冠军，但是那个 experience 真的很丰富，我第一个 experience 就是 Hasbro 真的很大，就是很大，那个我就尝试了，然后我也有赢了一些 consolation 吧， final 就是我回来之后我觉得哎很好玩呢，其实演戏真的很好玩呢，我要 try 呢，那时候槟城在这个演东西就是拍广告什么全部都在 KL 嘛，那时候就慢慢槟城都有了 audition， 就不用去 KL， 就在这边慢慢 try， 但是 too bad， 每一次我去 audition 我都没有被选中了，我就是很 bad luck，我就是一直 try 到我的对白都，比如说你要 audition 的时候你要介绍你自己，我已经讲到我都熟悉了，就是不用他们讲叫我叫什么我都已经会了，但是都没有人要选我，就没有人选我，就很 bad luck 咯，但是到最后的时候我被选中，我 try 这么多次，最后一次就是因为我的头发的关系，因为我找到一个原因，就是我头发很，就是没有人要选嘛，可能是这个原因，之后我就把它剪掉，我就不要染它，就给它从头直到尾，就是不要染不要剪，我就是 yeah yes。 所以当时候你的头发是怎么样变成了这么多的面试都不要选你？以前我的头发就是我好像我的衣服这样的，如果你们有注意我是爆炸妆了，就是很爆炸，就是普通一个华人是没有可能这样爆炸，就是小小的，就是如果摊它方便嘛，因为你睡醒了你不用梳头发你就可以这样走来走去，所以我就摊方便，就是摊方便，同时人家就觉得不适合嘞，那你可能做人家妈妈的头发爆到那样的，或者做人家工人 KLFN 你都不入格啊，你都不什么不 qualify 叫什么哈、啊？就是不合格，不适合，就是不适合、对对对，你要做乞丐也不适合，不适合这样哦，就不没人选我。到我剪头发之后，真的就有这个 luck 咯，就有这个运气，就进去一直就。接广告慢慢就知道，就是哎，我要从这里发展了，我演 OK 啊，可以啊，我就喜欢了在这边演东西啊，对对对、了解，所以也因为这样开始发觉到说自己的喜好，然后也看到了自己的天赋，然后呢就开始拍影片。可是为什么你会想到要用 Penang Hokkien Wa 作为你影片的语言呢？哦，这个是因为哈，我很生气啊，其实我已经有 plan 说我要做一个 full time YouTuber， 之前是我不是，我就是爽就做不爽就不做，但是因为我除了就是有那些 experience 在这个拍戏那方面，有时候我也是下载一些笑笑的 video 啊，就是然后我朋友看到哎你很搞笑嘞，你应该做 YouTuber， 我就不管他们，我就觉得哎呀好心你脚踏实地啦，做这样的东西，我就这样就是这样，一年过了一年，但是偶尔都有人劝我说：“哎，做 YouTuber 啦！”我就觉得他们有一点。Anyway， after 这样起起落落，一年过一年，我觉得哎呀，我一直跟人家打工，这么多人一直讲我去做，叫我去做 YouTuber， 应该是有他的原因。我就好吧，我就decide 叫什么决定辞职、然后要做 full time YouTuber 一年，看我真的有这个天分吗？没有的话，哎呀。
才去打工啊，就是安慰自己 try 咯，给自己 try 一下。嗯 ，then OK 辞职了之后哈，我们就有 serving period 的嘛，但是我的公司又很奇怪，要两个月，平时人家一个月，我要两个月，就 OK 咯 serving period 两个月，但是还没有到两个月还没有完，突然间就 pandemic， 突然间直接不用做工，我就觉得OK 就没有做工，就在待在家都不知道做什么啊，然后。就这样待着就玩面子书啊，就有 lockdown 不可以出来嘛，就很多朋友骂那些 uncle auntie 就拍他们啊，说你看不听话了，这么危险还出来，我也是很生气啊，我看到了，我有 boss 嘛，要烦哦，就是在 Facebook 那边骂说，这 auntie uncle 你们可以听话一点嘛，什么什么就骂，然后我的朋友就 comment 说，骂他们啊，做个 video 骂他们啊，然后这样讲。他们我的朋友不止 comment， 他们可能生气到打电话给我，他说你一定要做一个复健的 Hokkien， 你骂他们就对了，他们真的不会听话了。我就跟我朋友讲，你是傻孩子，那里有人做 Hokkien 的 video 的，通常你看都是 English 啊、Mandarin 啊、华语或者广东，没有人做复健话的啦，没有人看的。我就觉得朋友，但是后来我就觉得哎呀，反正我都没有东西做，或者我就做了，我就直接这样放我的 handphone 在那边，就是这样叭叭叭叭骂骂骂骂骂骂骂，讲到完之后就直接剪，骂的太过分就剪掉了，剪就跟他放上去，我就 OK， 损了条黑了嘛，因为我捞了嘛，损了条黑之后哦，隔天 viral 嘞，上报纸了，就是有报纸说哎，我们要用你的这个，我们用，我说啊用了，也蛮紧张啊，你用了，就这样就上报纸，就上蛮要好几个。好几个上好几个，就是华语也有的 star 也有，就是他们就是要，我就很 surprise 嘞，就是我没有 plan 的东西反而就这么给，有些影片你也是有 plan 的嘛，就是我要这样做他们才会搞笑，那个反而不包，你乱骂人的反而包，就是我真的不会怎样讲一个好 video， 是要有用时间做还是不用时间做，你根本都不知道怎样去分了。哎，其实有没有发现，晶晶，你说到现在，你会发现吗？你特定去做的东西，好像不一定有非常大的一些回馈或者收获。像你说的无心插柳，然后它就柳成荫，它就马上呢，哎，给了你一个很好的回馈。所以我刚刚其实我们在私底下聊天的时候，我跟晶晶说，他是注定要吃这一行的饭，一辞职做的第一支影片，然后没有经过太多的规划，就像你讲，就是骂不了吗？哎，结果就爆红了哦。对呀，就是这样啊，就是很自然的这样慢就爆红了。你编的啊，好一个礼拜说，我要这样演，反而都没有人想看哦，真的，就是这个真的看什么，他们有说那地理什么鬼要算这样的东西，地理人和，是你的就是你的吧，不用编到半死吧。所以是不是也因为那个影片受到的关注是那么的高，所以变成说接下来你自己本身也开始好像有了一个方向。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影片，然后往哪一条路哪一条路去走？哦，因为啊，对，因为那影片出来过后，就有人 comment 嘛，他说啊 ，please 你们可以再做个一个 video 解释，这么那个 uncle 不要穿 mask， 他们是不懂是吗？我就觉得哦，对哦，这么他们不要穿 mask 嘞，我就再继续做，我就是从 comment 那边学习说哦，对哦，我应该叫他们这样做，我就又在做。就是人家就是 request 我做什么，我又在做，这样就继续做到现在了，就是每个礼拜都有一部影片上啊。所以你是自己拍、自己设计、自己剪辑，然后自己上载，全部都是你自己做啊。如果关于那些 content 叫什么内容吧，内容就是幸好我有一些队员，他们就参我一起，他们就是很爽看说看 COVID 那个 news 叫什么新闻，他们觉得哇很恐怖嘞，就是有新的那个variant， 他们就会跟我讲，他们就会跟我 share， 我就哎我这个很恐怖，我一定要跟 Auntie Uncle 讲，我就自己再改回那个新闻，因为那新闻的话你很 scientific 啊，听不懂啊，其实我都你要慢慢 simplify 它，就是简单这样去解释，我就翻去很简单的附件话，我就是用那些好像我跟我妈妈讲话的态度，如果我这样读新闻她也不明白，我就是用那种态度说 OK， 我这样讲我妈妈应该是明白了，好，我就这样讲出来，对啊，自拍自剪这样哦，对，都是自己这样做。
很多人看过你的影片，有些人就说哦，晶晶啊，那个很安迪的咯。哎，对于人家这样讲，对于人家这样讲，其实你会介意吗？哦，其实我不会，我不会介意。一，我的 message 是真的是要给安迪安哥听的，但是有些人就觉得我很夸张。但是有时候我一开始when我讲话讲得很投入的时候，其实那个有一点是我自己的 character 来的，就是我很喜欢这样，你要怎样你要怎样，就是有那些 pattern pattern 其实是已经有了。所以其实 还有是我 try serious 的，有时候我 try serious、嗯、但到最后还是慢慢变回我自己，所以其实是改不到的。可能我骂人的时候我要抓着纸这样骂骂骂骂到最后我的手慢慢上来了，就是不能 control 了就是这么夸张。但是真正的在生活上就没有这么夸张啦，可能在 screen 有啦，很多人就很好奇我在外面是不是这样讲话，就没有可能啊，可能我去买一包叉龟雕就我要叉龟雕一包，可能没有可能的事来了，所以就这样啦，都有一点是我的 character 吧。OK， 哎，我觉得真的多少你会有这个自己本身的特质、特性，你一定会展现出来。不然的话，你每一次在影片当中是一个晶晶，然后私底下的生活的你是另外一个晶晶的话，那我想应该会很痛苦吧？因为现在拍片已经是你的生活，你的工作跟生活都已经分不开了嘛。嗯啊、就有分别啊。I mean like, 如果是拍一个广告，我是当一个妈妈又没可能这样，那个是角色嘛。如果是我自己的东西，是就是我觉得好了，我觉得做回自己是一个好的决定来的，就是你不用假，你不用一直假这样，你要做这样咯，就是我觉得是 OK 啊。就是还比如说我跟你讲我失败很多次啊，每次我是一直在想这么他们不要选我，我还没有想到是因为我的头发，我觉得我自己可能上得好安低咧，不够靓咧，就是我会学一点化妆给他美一点咧，就是穿裙可能会选我，就去穿裙，这样就是不会选我，就是不会选我，就是不是像现在反而打放一点粉，这样带一个 rabbit， 反正人家更喜欢看我，就不用花这个时间去打粉底啊，这样就不用吧，就是这样，就是做回你自己哦。做回自己，我觉得真的就是在自媒体啊，在网络上啊，可以走得比较远，而且我觉得就可以让大家感觉比较亲切。像你的内容本来就是要告诉大家，在疫情当中你应该要注意的东西是什么。那如果可能太文绉绉或者太严肃，搞不好也不会引起那么多的关注。那用福建话来做这个影片的部分，到现在也成为了晶晶的一个算是特征吧。大家看到晶晶都知道，哇，他一定是用闽南福建话啊来作为呢、影片的创作。那我还看到你其实过后的时候有拍过一个影片系列哈，就叫做 How to Speak 闽南福建。哇，这个是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系列？是真的有很多人要求吗？如果是有人你们看过那个 How to Speak Hokkien， 就是教你家福建，你会看到我的爆炸妆就是这样，爆炸妆就是那时候就是爆炸妆，就是我觉得哎呀没有人选我，可能我要练习一下我自己的什么 charisma 叫什么讲话方式啊，就是在镜头你要讲到喉损这样，你就要练的嘛，所以我就不知道拍什么嘞啊 ，OK， 我就这样教人家讲福建话，我就练自己怎样解释啊什么，我就是单就是 training 自己而做出来吧。我不是真正说我很想当一个福建老师，我没有这个梦想了，只是要 train 我自己讲话怎样讲，就录咯，一起录。我没有想人家会看的，因为他真的有一点白痴，就是one is。咦，这样就是很白痴，但是有人看，外国人看嘞。哦，还有外国人看。对，外国人 message 我说，哎，怎么你没有教？我就很奇怪，你要学咩？你真的要学？就是我教的就是 1, 8, 2， 就是 G， 就是我教他们这样去发音。嗯，就教他们，然后 3, 4，我会教sayonara speak sa， 我就会一直鼓励他们怎样去发音吧，因为可能那个外国人他们不会发，我用这样的方式他们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讲出来的，他们就可能你不要说外国人哦，其实很多现在的福建人本身也真的不会讲福建话哎。这个我也是有遇到这个对对对对对。其实晶晶你最觉得自己最擅长讲的最好的是什么语言？其实我最擅长是广东话。对哦 OK， 你本身是广东人吗？还是福建人？不是，
也不是，就是姐，我是潮州人，我就很 confused 我自己，很多人以为我是广府人，但是哦，广东人，我不是我，我就是潮州人、okay. 啊，我是潮州人。可是，在你的家里面呢，你们是讲什么语言？广东话。广东话，对，是我，因为我生那一区全部都是广东人，广东家人，只是我一间是潮州人不了， okay. 所以我是给我的那个邻居全部effect 到我的，影响到，就是从小到对，就在这个广东话的社区里面长大，所以你的广东话是最流利，对对对，广东话最流利。那你可是我看到你的影片，你跟你的妈妈好像在讲福建话，不是吗？啊，是啊，因为我现在观众都喜欢我讲福建话，我有尝试啊，我有尝试，好像有些那个顾客他们要我 promote 一些 product 哈、他说哎，可以用华语吗？可以，我因为我们要还要给一些KL 人啊，什么地方，我说哦 OK， 但是啊，我一放一个华语影片罢了，那 comment why 中国没有讲福建话的你，他们就一直 comment 哎，中国人，他们就很在意说我讲华语嘞，就是他们会。是吗？欢迎 OK，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哦 OK， 所以哦，请菜啦都可以啊，我拍我妈妈，她讲什么就讲什么，她讲福建我就讲福建，她讲广东就讲广东咯，就不是广告吗？就是这样。了解哦，很好玩哎、看来大家真的就是对你的那个印象真的太深刻了，不能接受听讲别的语言了。对呀、啊，他们说哎，怎么怎么他会问怎么，我就拍不了吗？没有怎么讲话就讲话啦，对不对？就是好像你哈啾怎么你哈啾啊，不会解释，真的不会解释。就惨惨哦。其实我们在一开始就有提到嘛，晶晶就有收到了这个滨州的卫生局发给你的感谢信和证书。哇，其实感觉、就是、对我也很 surprise， 因为他们联络我，他说哎，我们是从这里来的啊，什么事？我以为我讲错话，因为我通常骂人啊，叫人家讲说，我以为我做错一些东西，他们要来找我，是不是？他们说，哎，我要请你帮忙帮我们录音，说要怎样去，就是那个 rules 啊，就是离开分开一米还是什么什么？因为他们常常我们在槟城啊，那个巴士啊，很多安迪安哥还在走来走去，但是平时他们播那个就是英文跟 Mandarin 跟马来文。所以那个没有人管他们，他播来播去啊，是吧？不加热干地，全部安迪安哥不会管他们的，所以他们就讲他们要附件版本，就叫我录给他们啊，我就OK， 我就录给他们咯。然后他们真的拿去播，然后他们拿去那个满山那边播，然后朋友也是在那边住的嘛，他就 message 说，哎，我好像在我的家也听到你的声音哎。好笑问我觉得这里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晶晶刚才讲的板山其实就是巴萨 OK 菜市场的意思，我们在槟城都讲板山这样子哦、OK 很有趣。其实呢晶晶讲的这一段呢都是算是发生在去年，也就是我们疫情刚刚开始爆发那时候呢，不只是在槟城啦，其实在全马各地的安迪安哥真的是对这个疫情是一无所知的，然后可能有很多的案例，对，有些是槟城人，但是他们搬去 KL 啊，所以也对，他们也lag 了，对，他们也是，我说他们可能呢，就是对于这个疫情，可能就是一无所知，不懂，然后呢也不相信，然后呢可能就觉得说是谁谁谁放大了这个病毒的可怕跟危险，对不对？所以你看很多，对对对。很多安迪安哥就在外面像你讲的走来走去，因为觉得没有什么嘛，周末你要阻止我去巴萨板山，周末你要阻止我去 Kopitiam 喝茶喝咖啡，所以我觉得对对对对对，你那时候真的是扮演了很重要的一个社会意义社会的使命耶。我没有想到要这么伟大，但是刚才你讲的真的，他们一直觉得哎呀好心啦，哎我输啦安迪勇哇，秘书，他们真的会这样想法的。但是到现在，就是那个是一年前嘛，现在一年后啊，他们身边的朋友就是大概五十多岁那个朋友啊，中了死了，他们自己就会怕呀。他们现在会开始怕了。这是一年前，他们真是蛮觉得自己是 Superman 的，真的。所以其实从做这个，当然就是无心之间意外，然后呢去做了这件事情，变成了哎，好像做了很多的这个疫情当中的宣导的影片。那到现在，其实晶晶你自己本身有没有什么是你真正自己想做的？
真正自己想做，其实我没有去plan 那个 content 是一定要做这个或者做这个，但是我有一些梦想，说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做一些能改变人家的想法的，就是比如说certain things that 我们在 daily life 我们没有 realize 到，其实我们应该多点跟父母讲一些甜言蜜语，他们会比较开心。其实我们不会，我们不知道，可能就是我们华人不会讲 I love you 啊，可能我跟人家讲有什么分别，如果你突然间跟你妈妈讲妈妈我爱你，他会觉得你 short 啊，你是 most 哦，但是他们心里其实很开心，但是我希望说 whatever 我讲的东西你们会觉得哦对嘞，我要传达一些 message that 每个人已经知道，但是他们不觉得，他们没有去想说这么简单的东西其实你做了分别是很大的，就是好像这个 pandemic 就是很少事罢了，只是穿 mask 罢了你就可以救到一个生命，就是很多人不知道，但是如果我讲用我的方式去讲，你会觉得对嘞，我觉得好有意思啊，我觉得如果那个 message educational 的 message 能进到你的脑，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不是教你不好的东西，就教你一些东西你是已经知道的但是你发觉不到，我觉得很有意思，其实你做得到了吗？对呀，而且我觉得呢，是因为晶晶经过了这一年多的努力，还有包括当然是这个疫情宣导影片等等的这一些的加持，所以现在关注你的人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谈到的这个梦想你现在绝对有这个能力去做诶。有啦，但是都不要一直讲 COVID 啦，除了 COVID 我也是希望说我能给人家别的 knowledge 啊，我也是希望讲到我60岁，我是在讲的 COVID， 就我觉得这个 COVID 慢慢慢慢都会变了吧。就我们应该去，对对对，要变哦，变化变化这样哦。所以你看，一开始你给自己一年的时间来做这个 YouTuber， 那现在其实也过了一年了啦，你自己怎么看？对我觉得我不懂怎样讲，其实我很感谢那些叫我做的人。逼我做的人哈，他们很感谢他们，因为我自己看不到我自己，就很多人看不到他们自己的优点，是不是？但是外面的人就是看得到他们，我很感谢他们呢、啊。就是又有些人他们会，因为你刚刚开始，你一定没有 budget 嘛，有些人就哎不用紧了，我帮你，就是有些人会 start 先帮你，因为他觉得你应该这样做，我就帮你，我就很感谢那种人，那个 support 我的人，我也是很感谢，就是。某拉拉我都不认识他们，他们一看到我影片他们觉得哎，你很 OK 了，你的人我喜欢看你，他们就开始 follow 我，我也是很感谢他们、啊、就是他们不会介意我笑笑，有时候我的 video 也有做也有我的 video 也有讲那个粗话了嘛，他们也是 OK， 就是他们就不会有些 hate， 他们说好心你要讲到这么夸张又一直讲粗话是什么，他们会一直在下面觉得你做这个影片是不对的，都有这样的人的，但是这个样的人就没有踩他了，不用管他了。但是那些说啊，你讲得很好，你骂得很好，就是那些人，我就很感谢他们，因为他们在这边 support 我才能继续走下去嘛。如果全部人就是骂我，嘿，你很吵啊，你讲话讲到这样，又不知道你讲什么，我就很恼了嘛，就不会再做了。但是就是很感谢那些 support 我的人。他们你看他、哦。是你的影片呢是用 Penang Hokkien Way， 那这个部分其实确实不是大家都一定会听得懂或者是熟悉的语言嘛，但是你的影片当然也有字幕啦，所以关于这一块你觉得语言会是一个障碍吗？会不会就是有想过要更改这个东西，还是像你刚刚说的诶，你的粉丝听众观众都已经很熟悉晶晶就是讲槟城福建话的，所以不用改就这样就好有想过吗？障碍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呢，我应该怎么说？障碍的意思其实就是让人家听不懂，因为他听不懂福建话，那会不会因为他听不懂福建话，所以他可能就觉得，我就不想看晶晶的影片，或者是你知道吗？不看，不发，或者是不 share 这样子。可是我看你的影片的观看量是非常非常高的耶。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那年人家叫我开始做一个 video 的时候，我也是这样的想法的，谁会看那个附件的？但是现在我不会怕人家不看啊，其实有些真的不会读，因为他们 comment 啊， I don't 我不明白你讲什么，但是你很搞笑，因为有字幕，真的、
OK， 还有一个最 impress 我的好几个那个 deaf 耳聋啊，是那个叫什么？有听障、那个、啊，有 problem 的人，他们就 message 我，他们就写了一些东西给我知道。他说 thank you， I watch your video。他说 I 他说他就听不到，但是 I watch your video is very funny。就是他们会写给我，我就觉得哇哦。所以以前我很挣扎，说要打华文那个 subtitle 很挣扎的，就是我也愿意去请人帮我打，就是拿钱去帮我打，帮我打。我不懂，因为可能我不会有些那个很深奥的华文 video 啊，华语就他讲太快，我也是听不懂了。但是我要知道嘛，然后我就读下面的英文，所以我觉得 subtitle 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我怎么都好都要有一个。华语跟一个英文，就是因为我有这个困难，我希望那些不会福建话的人都能。但是其实真的啊，外国人都会看，因为就是那个 subtitle 他们就是会看，就是我觉得 it's a good thing， especially 就是那个 message 我他说他们是听不到的人，他们 message 我，他们就觉得很 entertaining， 我就很 surprise， 那个是我觉得最 surprise 的 message， 也不止一个哦。我觉得这个真的可以给创作者，就是像你这样子带来一个很大的鼓励耶。对对对，呀呀呀，那他们一个 message 打倒很多 message， 因为你想不到他们会要看我的，因为他们已经来don't care， 他们不管你讲什么，他们只是要读，然后他们看，所以他们就很好的粉丝，很特别的粉丝啊。所以接下来还会继续创作下去吗？还会继续做现在在做的事情吗？有想过要会继续做这个，但是会再 improve 啦，可能我会打算拍一些微电影类似的福建的 something new for Penang， since 有人喜欢看啦、就做吧，尝试一下咯，看有没有人看咯、你们我觉得呢，不管你之前是否曾经在社交媒体上或者是在 YouTube 的这一个影视的平台上看过晶晶的作品哈，我觉得呢现在呢可能你是第一次认识到晶晶，也可以呢赶紧去看一看她的影片，我都觉得好有趣好可爱哦。那晶晶呢其实很常在她的影片中就说呢，我带你 get 婆一下这件事情其实 get 婆是福建话啦，意思就是鸡婆啊八卦一下这样子。那可是我们都觉得 get 婆这件事情呢，在晶晶的影片当中呢，其实是带着很有正面的一个效果的，因为它带着我们这些看影片的人，还有很多的安迪安哥一起去关注我们身边的非常重要的议题。所以呢，其实我们也非常鼓励大家在自己的这个岗位上，可能是一些内容创作者，不管你在做的是 YouTube 啊、文字啊，或者是一些 Podcast， 那用晶晶的这一种态度跟精神去做更多的创作，影响身边更多的人去关注一些重要的议题。其实我想呢，那我们的整个社会当中就会充满很多正面的一些能量跟讯息了。所以今天非常感谢晶晶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这一些，希望你的影片越做越好，谢谢晶晶，谢谢谢谢。